寿丰乡农会秉持着严选负责任的经营理念，规划呈现以有机新鲜蔬果等健康蔬食概念为主轴，推出了生鲜年菜，让乡亲可以煮出美好的健康团圆菜。寿丰乡农会也推出了西瓜装置艺术，希望游客到寿丰乡可以认识全台湾最有名的果宴西瓜产地。寿丰乡农会物产丰富，在每年的农历春节时，许多民众订购年菜的最佳选择。今年寿丰乡农会更是推出许多有机蔬菜以及在地好礼，以新鲜蔬果的概念，在新的一年里让乡亲能够享受到最佳的美食，同时也推出西瓜装置艺术，希望游客来到寿丰乡能够认识闻名全国的果宴西瓜。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在都会区的行销相当的成功，而且把这个果宴西瓜的这个品牌打得非常的响亮。那因为这个果宴西瓜我们每年跟我们的农友做这个契作，那面积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想如果对我们这个果宴西瓜有一些想法跟期待的可能等到我们的这个讯息发出的时候手脚要快。去年齁因为有蛮多我们的顾客齁，因为听到有这个果宴西瓜的这个行销的时候我们的西瓜已经卖完了齁，所以这个部分希望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在发布的时候多多的留意。而这次的年菜特别规划呈现以有机新鲜蔬果等健康蔬食概念为主轴，推出新鲜年菜，让乡亲能够煮出美好的健康团圆菜。记者林杰，寿丰乡采访报道。